差不多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有，这有多少斤呢？那个，咱有15斤没有吗？多少号了？54点，55点。哟，我这你干的真够光芒了。不能那我这有握手的。握手的不行，太大。真够大。对。哎，不用，我这有有。哦，有。第一个先给这小工剪一下啊，嗯，万一过去了呢？直接血管都在主山。对。大让都睡着了。有。有。血管都在密到的快。安全点主要是。我看都是大肌肉。后腿上汗一大，那家伙人别害怕啊！看见了吗？这小家伙已经过下了啊！小哥有反应，开始吐了。这那个上午、中午没喂来，然后喂了之后，肯定得吐。没让他吃东西，胖了，胖了。对吗？做记号。对，先记号那个来。小家伙。还是没有完全的这个沉睡，还在叫，开始缝针了。等到一会儿也干完了，才睡死了。嗯、第二只啊，这一只已经在下边让它苏醒了，开始，现在已经睡熟了，比刚才睡得还熟呢。插根儿，不是一把根儿啊，插根儿，一把尖儿就是，你插根儿插的么？那这是右尾巴，那卡德罗强了呀？卡德罗没尾巴是？对。我操，这会儿真多了，不给你，都给你5秒钟的时间。啊，你把这回打血管里边了，这回没扎床，那个扎床了。开始苏醒了，这现在已经能想站起来了，这个劲头。转了一圈了是吗？转了一圈了，刚才吓我一跳。吃块撑撑。对。站起来，现在腿已经有劲了。他现在走不了路，一走走的歪。腿软了。我说他那狗叫不叫了呢？这是第二只小母狗，这一只开始捡了。这专业师傅啊，这数秒，这5秒还没到，直接趴下了啊！他快，他那个沉睡的比较快。血管注射了，给你来个四片按摩。对呀，我这一过去，他瞅我崩脸了。这也是巨无霸啊，他着急了。第四只捡他，这个趁啊，这个得打的有量。这
输他这个。嗯。你原来保了那个豆呢？推个膜了呀。对。嗯。连纹饰呢？这回这个，这是第二只，它还没苏醒。这个第三只都快苏醒了，它咋还没苏醒啊？还掐掐尾巴行不行？嗯。行的了，别给我拉，不行啊，我在这有阴影。行，嗯，一打就行了。困了这儿，困了。查五个数，三、二、一，到。有。哇，那统统。这两个小家伙，你看吧。统统跟那啥呀？第二只没开始。给它冻在棒子节根儿上，空心儿的。嗯。统统一起就冰。这第二只家伙终于开始站起来了。宽容度脱水。对。自己行了行了，我一会儿这一发病，你们，嗯，第一天我都看见了，看出来了，还没精神呢这会儿。范宗耀，你知道你对他有手段呐？马上给他打药。差不用差五秒，差三秒能叫他躲这儿啊！哎呀，巨无霸已经搅完了啊！巨无霸，今天这坏挺耐心啊！这个小黑踏雪有这个反应了啊，开始吐了。他也喝多了。喝多了。喝了不少，你赖老子请他喝了一壶。没出息，给他找。巨无霸开始醒了啊！先说话，你不能，你别咬我，咬我，我这一剪子牙给你掰掉了嘛！那小狗扣着家伙。巨无霸站起来了啊！还有这踏鞋，这全程一直在叫，这眼睛一直睁着，这嘴巴你看没？你咋那么坚强呢？比较硬。他都是扣，他说性格比较倔。嗯。巨无霸马上要站起来啊！全中六成，全程不麻醉。麻醉，说白了都是叫他安静安静，没起多大作用。对。你让他出来来嘴儿玩的时候，他都挺空，他光找家声，这家伙。这还休息一会儿。啊，这个豆瓣的。豆瓣带着挪样子的。黑玫瑰采完了，黑玫瑰啊，还有最后一只。这个家伙也是全程没有叫一声。大家好，我金阳。今天给这小这些什么？给几个汽车小伙美一下容。今天呢，请了一个专业的师傅，不用肌肉注射，直接血管，三秒就能倒。这家伙太牛了，这个师傅。哎呀，疯了，赶紧出去吧。